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脾胃病的一个养生之道。门诊上常常遇到有一些，比如说胃痛、胃胀气、胃酸逆流、打嗝，甚至有胃糜烂。很多患者就说，我这个病呢，怎么常常就是容易复发，我这没办法根治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最主要就是说，大部分的人对的观念其实没有很正常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说把这些观念方法把它讲清楚，让大家能够去执行的话，我想不管你多严重的胃病，都可以痊愈。